小米 Mix 2什么时候发布？小米 Mix 2发布时间正式公布。上午10点，小米正式在官微宣布，小米 Mix 2发布会将定于9月11日下午2点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举行。此次小米主打的是语言是全面屏 2.0， 号称进化一次向完美的进化。从海报当中可以看出，小米 Mix 2的机身包边和过渡基本和上一代保持一致。当然，既然是更进化的全面屏，最惊艳文章最多的肯定是亮屏的时刻，屏占比继续提升，那是毋庸置疑的。据悉，今年的小米 Mix 2将与小米总设计师大师菲利普·斯塔克操刀。此前他曾一次放出了小米 Mix 2的概念设计视频，视频当中全面屏新机下半部比小米 Mix 窄了很多，外层还覆盖一块弧面玻璃，预计屏占比超越 95%， 没有悬念，而且营造出的视觉效果更好。不过供应链消息指出，小米 Mix 2是第一代产品的缩小版，下巴和边框之前差不多，屏幕不再是17:9，中框不再用陶瓷，压电陶瓷还在，首次呈现 3D 面部识别，